来到超级格斗赛，几位晋级者想通过自由混战来决出胜负。上去，启动。啊这个家伙不太对劲啊，场上的蜗牛瞬间全都倒下了。哎，等等，有只蜗牛，他在进化。对，选择一张卡牌就可以进化。哦，就你吧。色蜗牛。怎么是个小姐姐？我竟然伤害了女生！别打了，她被人操控了。没用的傀儡，让我来陪你玩玩。利用女尸的无力之徒，让我来教你真正的礼仪之道。